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. I reall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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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ally like you. And I want you, do you want me, do you want me too? Please let me go. You just wanna control me, but one more show. 清除了所有秘密都被左右. 我没想到为了你那能疯狂到山崩海啸. 老师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六条考试偷分技巧：一、作文字数一定要比要求的多写3到5行；二、字体不一定要很漂亮，但一定要工整，做到卷面整洁；三、作文不要写3段6到8段最漂亮；四、阅读理解答案能用文中字词直接作答，就不要自己概括了。五、宁可多答不要少答，实在不知道答什么就看看文章里出现最多的是什么。六、阅读理解文章时千万要逐字阅读，抓住核心字词就可以。 I'll be filled up if you can't be right here.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. I told you I'd change even when I know I never could. I know that I can'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. I need you to stay. 有下过决心去做一件事吗？下定决心要做的事，只要不动声色，一往无前，熬得住就出众，熬不住就出局。你的野心很大，所以你没资格停下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无人向你抱起。他们都喜欢说怀念以前那个班了，可是我还是更喜欢现在这个班，因为至少在你摔跤的时候不会有人嘲笑你，还会有人在那里安慰你关心你，不会有人偷偷的去打小报告，更不会捆绑 CP， 老师不会偏向他自己喜欢的学生，这个班真好。过学生时代要尽早明白的道理：一，别以为读书好的人都是书呆子，考上985后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成绩好，其他各方面也很优秀。二，中考高考能让你逆袭的一定是你的弱科，你的弱科决定了你的高度。三，数学靠总结，英语背单词，语文靠积累，物理练思维，化学周期表，生物背书抠细节，地理常看图，历史多背书，政治关键词。四，有机会尽量去尖子班，普通班的第一名也只是尖子班的中下游。我们都不是天赋异禀的人，在茫茫人海之中甚至会有些平庸，可是我们的人生不仅仅是潦草时，当在迷雾散尽后天光大亮，我们一定会看清远方的灯塔，奔走在漫漫时光中，成为故事里。你天天抱怨网课贵，这些课程全部免费，你知道吗？洋葱学园里的初中生物课免费，学习强国里的文综课免费，纸条里的作文素材免费，烧杯里的化学实验课免费。你跟我说没钱就不能学习，怎么可能？加是这光照的方向把你遗忘，回去了就成我绝。无论我们愿不愿意，肯不肯，人生的许多东西一直都在告别中，包括最美的年华、最美的遇见以及最美的懂得。大家知道吗？今年要提前放寒假了，很多学校这两天已经放假，部分放得早的同学已经在家玩手机了。你们的学校放寒假了吗？그거알아？이세상의모든뭐해？바빠？小时候父母说不要早恋，现在终于知道是为什么了。中考刷掉了一大批懒惰男性，而高考则刷掉了一批低智商男性。那能考上大学的不全都是高质量男性了吗？那我在大学谈恋爱，这不写。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是什么样的？说起床就起床，说做就做，说玩就玩，说走就走，说收心就收心，拿得起更放得下。生活是一场修行。